现在装冷气会不会太夸张？一点都不会，现在装正是时候，又有折扣又便宜，重点还有暖气吹。486贩售的 LG 旗舰版冷暖空调，安静速冷。我跟你说哦，冬天就是要开暖气才能够快速暖房又省电。最厉害的是 LG 采用成本较高的双回转变频马达压缩机，效能好又安静，还有三种节能模式，不影响温度，超省电。而且 LG 全机种都有内建智能 WiFi， 回家之前你就可以先把冷气打开，还能用手机监看你的冷气耗电量。再跟你说一次，聪明的人都选择现在装冷气，等到夏天才要安装，比较贵还要等很久。如果你家冷气老了，趁现在赶快换掉最划算。最新最棒的 LG 家电就在486团购。